好来，过来是南投第三镇公所推出的第三欢乐购好康的讲不完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到明年的二月十三为止，只要到第三来铁佗，去有参加活动的店家消费100元，都机会抽到100万零车。为了提振德山的经济，镇公所推出欢乐购欢喜买活动，到明年二月十三为止。参加店面有食、有啉、有耍的民众，只要到这个店面去消费100元，就有机会抽到100万的名车。消费者只要到我们指定的合作的店家里面消费满100元，那就可以得到一张抽奖券，那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的电动车，还有公共人机车。为三拉客到平地传统小吃，到目前为止有200间店做来参加这个活动。让整个全国的一个乡亲们，他们只要不管是用五倍券，或者是个人的一个旅游消费，都能够来竹山走一走。这摆嘛，为了要提倡环保，公所准备的奖品拢是环保的商品。啊，抽奖有2个阶段，头一摆是伫12月31日暗时，第二摆是伫明年2月13日订会。公所举办的这种活动，对我们的生意是有帮助的。那我们觉得店家跟公所一起努力。店长欢迎大家来德山铁佗，吃美食，阁会使抽大奖。